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。那个最近啊，不管跟燕爸读什么、哦，他都是占那个优势的，好不好？第一次我跟他读那个压岁钱，我就输了，然后让他赚到一堆我的红包钱。第二次跟他赌那个，明明就是我赢，我要赚一万块，结果他竟然把我的1万拿去买自动麻将桌、电动麻将桌，我还倒亏。哎，燕爸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现在是很爽是不是？爽。那还敢赌呢？你今天还叫我跟你赌，那你这样子今天你又要得利了，是不是？不一定哦。不一定吗？那你今天又要赌什么？自己来的。不要说我占你便宜。嗯。这次跟你赌大一点。好，赌大一点是不是？赌什么？等一下，如果你赢了，嗯，有送你一辆车。啊，送我一辆车？应该不会又要我付什么钱什么的，会吗？没有，没有。For free 吗？对。好，那我输了要干嘛？太简单了，嗯，你就买给我一栋房子。那什么车型？要搞就搞大一点。太硬了吧？这个等一下这个对价比也差太多了吧？哎，因为几率不一样啊。嗯，是吗？是啊。所以你开的条件是很轻松的可以达成的吗？当然啊。那你告诉我一下今天要比什么？现在最流行的就是那一颗啊。那个怎么样？我爱 D 造型的蓝牙音响。哦。交出来啊。可以嘞，你想要读什么？1000块夹出来，会夹出来，中间路霸那么多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一个难度给你吧。你这条件有很简单吗？当然啦、啊。嗯。好、啊，二话不多说，接受挑战了、哦。我就接受，反正我就是一个耗子。真敢！跟你讲，天霸，我这一看我就知道我的策略是什么。什么策略？清空路霸。是哦，那么容易啊？天霸，很多人都会想要越过路霸当跳板。跟两波高领，清空比较快。哎，来，这边应该是蛮会丢的吧？我跟你讲，随便都清掉一个，丢的好严重哦。夹，好夹吗？不容易哦。不要得意太早，跟你讲。少话，我现在只是在暖身。哇塞！怎么样？好夹吗？你是刚刚在得意，这叫做什么？少年得志，老年失意。糟糕了！我剩下2亿，等一下2亿送给你。啊，所以你是要换送我2亿吗？对啊，我也可以接受哦。一个叫做得意，一个叫做回忆，三次给出就给你1000万。啊？嗯？你再讲。怎么都没有变三次？最近钱赚很多，等下几千万给你。可恶，总觉得好像一直在还债人生，一直在跟你乱。他真的出了，等一下，我几千万。等一下你后悔了哦，后悔了。等一下，我最近赚比较多，3000万马上现在送给你。怎样？1000万夹得出来。2000万要好好运动，3讲屁话，1000万开一条路让你出货，3000万送给你啊！在那边讲屁话，讲什么屁话？受够了！那个没有在挡路啊，那个不用夹出来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个对啊，我赶快先把挡路的 KO 掉嘛，对不对？Oh boy， 真的是被你卡爪，完蛋了，连爪子都帮我，完蛋了。那这个还不卡死他？连爪子都可以下来喽，连爪子都在帮我。是啊，不过后面有个凹洞，不能回去，回去很危险。哎，连爪子都在帮。车子快不见了，糟糕了！小轩，啊！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危险，我是不知道要怎么说了。哎呀，这挑战太容易了。我是希望你夹出来，你是希望我夹出来，但是要看你的实力。第一次看到想送钱的爸爸，一定有鬼。因为车子是我的啊，
原来是他送燕妈的车子，你这个是可以的吗？等一下，燕爸，你的那个条件有点怪怪的哦，就是你怎么会拿别的东西来送我呢？我跟燕妈老实跟你说，财产都共有，他的就是我的。我的就是他的，对啊，幸福的感觉，是啊 ，OK， 没问题，好了，那就不用说什么，燕妈也支持我，就车子准备好了，好，好了，来啊，谢谢燕爸，差一点点，轮胎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好，轮胎可以，好，谢谢燕爸，看来我们离我们的车子还有一点距离。可以，哎，又来了，再一次准备好你的车了。好，这时候四轮又准备好了，四轮车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问轮胎晃了一下，车震吗？年轻人都喜欢车震啊。谢谢燕爸。哎呀。摔到那一边，摔错点。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可惜了一点。哎呦，这该不会会卡住吧？哇！外丢！哇！快外丢哎！哎呦！好了，卡到边。卡到这，哪里过来？轮胎跑向他了。谢谢你，成交啊！谢谢野妈，好高兴，子妈妈车辆移转，妈妈帮我把被子的那个Toyota或者什么车店雅马哈之类的，然后我们就在里面这样交易，哇，合约书在这边，车子那个燕爸度让给燕，谢谢，哇，给他赢了我一辆车，太得了，那个这证明就在这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把那个拿出来啊，哇。我们这样子今天这样赌会不会太快了？我瞬间打走了目标。要协助年轻人创业，结果赌太大了，搞掉一台车。我本来想说会赚房子，以后慢慢买给我，结果现聊一台车给他，太扯了。好了，我看我这边还剩很多钱，敢不敢再赌啊？继续啊，继续吗？要来赌什么？你后面如果可以搞掉两个出来的话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，是不是不敢赌了？我就把你打蜡，打蜡，好，三个以上，我就给你那个导航系统，导航系统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啊，如果没有嘞，没有嘞，你那个两个就平手了，两个以下，怎么样？你要付给我一个轮胎的钱。哦，就是想要赚回一点那个钱，赚回一点嘛，再捞一个轮胎都好嘛。好，好了，我都赚那么多，就让你拼拼看。好啊，打后面的好了，开始，前面先出来吧。好，为了那个多一点服务，必须的，打不死。这个啦，咻！哇！你再一个就平手了，这很容易啊！我就想说，你怎么会这样跟我赌啊？说实力变那么强，我都替你很担心哎，你会不会被我榨财榨去？好了，哎呦，他没有，他喷错地方，往前就出来了。因为我现在叫什么？我现在叫故意一点，想到让你少亏一点啊！这我也是很为燕爸着想的。有机会喽，会有机会。哎哎，出了，谢谢各位。啊，平手，还没结束。哎，我轻快很，再过来要帮你打蜡。三个 ，Let's go chance， 只有三个啦。Three。啊，保安。两个。啊，保安。换他来紧张。拿出来一点吧，哎，最后一个，这个你可以拉那个吗？这个好了，这个拉不起来，可以。也想没有缝隙，那没有缝隙，拉起来。啊，那个，天八，车子准备好了。
准备好了，本来想要赢一栋房子，以后你妈妈买给我。现在呢？太贪心了，跟你讲这个受不了。跟你讲，下一次再来，不怕，狂赌豪赌，真的。那赌会很惨，我先把赌的用具先送给观众。好，你要送出去就是告诫自己不要再赌。送这个拉霸机啦，这个是拉霸机啊，这个是发牌机啊。所以你想让大家跟你一起赌就对了，一起帮我加油，让老爸有一点钱赚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下次再 PK 好不好？好啊，我的现在的赌注都一样。敢不敢？总有一天会赚到那个房子。我就看你什么时候赚到啊！今天影片就跟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别忘了 FB、IG、虾皮卖场都在下方送秒送。好，那这个记得哦，投出去哦，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就可以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